瓦楼根，他在家东海西阴，我在家西海阿心，喊一声来迎迎三哎，听在耳内他在心，人家婚七情在忙心中有弟弟呀拉婚我不肯，第七楼进八家渡
上上扎火才心喜，今日里这几心心过几生，咦，这个人真奇怪，倒是人家去了。喂，请问你们是上轿而去还是下轿而来？上轿正式，下轿正经。上轿请你过快过轿，下轿请你收下一棒让我过轿。啥？下面有一只亲戚。有什么事情？
你可是我家三下你几老叫你来路车找我定给住我的家根等痛来我细说林哎呀那我又忘你了当时是又忘了我家要当时拿不要紧，不要紧。叔叔，请问你临终庙下哪道儿子？真巧，与我同楼。啊，叔叔也到临终庙去吗？我打包抄回去。请问叔叔，林正面一百上相隔多少路途？林正面就是八抄，八抄就是林正面。啊、哦，原来如此。叔叔，向你处处关门，白老叔叔。大路同音，这昔日的彩龙，小家姑，飞马车送大路音。啊，这样吧，你在前面追，我在后面跟。再到三处路口，我右三环，你就向右；我左三环，你就向左。如果我立场不同，你就一直向前。这倒也好。
咦，他为啥对我哭不哭？叔叔，我有一事要问你。问啥？你。哎，想走，想走。从小头上小老兵，皮包骨头白成金。三天前，一趟哥们从西行，他进门就走了皮房神。不要哭了，走吧。
八尺厚，你进去烧香吧。好、啊，正是这是。这本来是一座荒庙嘛。这是妹妹。啥？啊！我要请你帮我去装箱地子。啥？叫我拆掉就拆掉，叫我拎楼就拎楼，你这回叫我去装箱地子啊？我又不是僧道。而不是相互，也不是你屋里像个西东。叔叔不要生气，因为荒谬之人三年有三害怕。叔叔，你再费费心吧。好，送不送到西天八头八道江北，走吧。把香烛拿出来，我帮你点吧。是。快把香拿出来，我帮你点呀。香烛，我忘记带来了。啥？你来烧香，你香烛都忘了带？我替你去找几根香来吧。进去了。哎呀，那怎么好呢？不要紧，不要紧，你烧香去吧。啊，去吧，去吧。好的了，好的了。叔叔，你可是来烧香的呀？我不烧香。那你来做什么啊？哦，你是死在这里的吧？嗯，我是死在这里。那你一定是？是啥？是一个好人。你问我姓名做啥？人梦里三百两出来照应，你真是个热心人，
拉拉扯扯记在心。看他们的真奇怪，内中必定有原因。烧香不香，真烧香，可他定是锦绣人。我把姓名告诉你，小事不必挂在心。西沙地名城，城啥？西沙地名城在定，从小那名叫阿星。却如派过亲，我的父亲有妻，为何写书要挖根？本文有方啊，就你的招派亲，不知派在哪家门？你的岳父叫什么？我要请问下几名？派有同有同乡亲。水灯下的金家村，岳父名叫金岳文，我起名叫金秀英。若无出人我精神，若无人面可见我，他们礼貌就把饺子饼别人把黑婚死举下。哎呀，你千万舍不得啊。我老的牙根不答应，他爱心中的像铜铃，丰富家庭扎心，我分不不舍了拼性命，求你当初不来人。时代固然常发生，本质核心金要问，他立地大步在地上滚，开幕穷鬼不离身，我一股怒火头就得生。哎呀，你可能当啊？我啊，当了没有？想到秀英儿谁下来？Thank you.
灯。你这位是金家子，你后金家怪杀青。我叫云
征婚。这我倒有一个好主意。过了都要那一天，我才真的放心了。哎呀，谁不知道，不要委屈了。秀英，你都到会堂来了，收拾对吧？不，要是委屈完了，再来奉送，反而不好啊。难道送你走吗？